中一栋红砖别墅特别抢眼，复古砖墙配上玻璃采光罩，内有工业风装潢，外有鱼池围成的护城河，完整诠释了街路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境。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年龄相近嘛，那也差不多都快到退休的年龄，所以想说以后就退休大家都能够在一起。那我弟弟本身是营造，对，所以我们想说自己盖就不用受限。最后大家决定以三合院的形式建造，为了改善采光与通风，设计出 Prediction 的 H 型格局。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是在三合院那个庭园那边广场做家庭代工，那时候的感觉是全家人为了一个目标一起齐心努力。千坪土地加上150坪建物，设计成9房2厅10卫，容得下全家族共20多人，而且每间房都有独特的故事主题。享受隐居乐趣，当然少不了与菜共生吃。朋友来访，直接把新鲜现捞的海味送入自造的窑烤炉，别有滋味。那这个窑烤炉，特别是大弟弟设计的，他规划这个尺寸，那小弟弟去完成的，大家聚在一起就可以边烤边吃，